toughest question in history. 刚才我老婆问了我那道最难回答的问题。如果她和我妈同时掉进水里，我会先救谁？让你为难了。爸，我决定了，我救我老婆。什么？呀，什么什么？爸，换成是你，如果妈跟阿嬷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我知道你难做，那你妈怎么办啊？我也要考虑我老婆的感受啊。你老婆的感受比你妈的性命还重要。怎么说，我们都是男人，都被问过这个问题，你也要理解我一下。你就那么听你老婆的话？